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整一个螺旋桨。首先，将它的两组对角分别对折。展开，两组对边再分别对折。将两组对边分别再向着中间的折痕翻折。同样再次向着内部的第一条折痕翻折。沿着第一条折痕向内折，然后折出四个角出来。同样的方法，再沿着第二条折痕翻折。再沿着中间的折痕向内翻折。沿着中间小正方形的对角线向内翻折，好啦，那么我们这个螺旋桨就折好啦。喜欢我的栏目，请订阅关注我们的淘趣工坊。那么我们明天见喽。